然后呢，看哪一队先听出两首混在一起的歌曲，答对者得分。两首混在一起，没错。哇 ，remix， 哇，这难度比之前更高。我们来进入游戏喽。好，我们开始了。第一首，请。是。我知道。田馥甄的《小幸运》跟黄宏生的《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》。哇！厉害哦，赚大了！这个会有点难，厉害耶！第二首，请。完蛋了，我只听到李荣浩的那个哎，不强。啊，那我回去，那我可以打吗？那我可以打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吧？我可以帮他打吗？再跑一次，再听一下，我要再助跑一次。真的假的？徐佳莹的《你敢不敢》跟李荣浩的《年少有为》。哇！我记得制作人没有，我没有爬山。一个制作人是有爬山的，两位都是有爬山的去的吗？我们去爬，我们有爬山，比较会跑。爬山，我们听比较清楚。脑袋还要爬山。第三首，请。哇，你好强哦！请回答。林志炫的《离人》跟王慧竹的，王慧竹那首歌叫什么名字？不对，24 hours，24 hours， 耶！他非常很强，太厉害，太厉害！思思成队要加油，要爬山，要爬山，没有分数哎，要爬山。来，下一首，请。你看，他把这个当山顶在爬。哎，这样子好棒哦！哎，怎么打手啊？被你抢走了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黏住了，黏住了，你不要骗人了，看出去。为什么？哇，厉害吧？请回答。小贾斯汀的《Baby》，然后跟那个。跟那个哎，我干，突然脑袋空白。小彼得，太阳，谁？太阳谁的？邱振哲啊，恭喜答对，终于拿到了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好，那我们下一首，很困难，开始。哎，这应该只有我知道吧？田馥甄的《你还是要幸福》跟王慧竹的《小白花》。有超师傅，很厉害。下一首，下一首。垫底吧，我们不会。你知道？我知道，什么什么？张信哲《爱如潮水》跟另外一首。等一下，我刚刚有听到，我现在此刻忘记。今天的小王好积极。等一下，我刚刚听到。对不起，我是烂队友，我是猪队友，再次，对不起，再次，这样就听出来了，哇，天哪，小王今天疯了，王力宏的《你不在》，跟张信哲的《爱如潮水》，哇，很想赢的，怎么了？很想赢，接下来，那今天。他好拼哦！我去爬山了。哎，我们今天通告费是比较多啊。没有，我把它当山啊，今天就有山友。他今天一定有山友开心。怎么那么嗨啊？好吓到！爬下一首，请。哇！莫蔚的《慢慢喜欢你》，跟蔡健雅的《抛物线》。耶！来，下一首，请开始。你知道吗？另外一首歌很小声，我只听得到我的歌。再一次，那我再来一次。哎，你有想法？我看制作人的表情，你有想法？有，你有一个大胆的想法。是
就是有一首是你的歌，我有隐约但不确定。一个是杨谨的《活着》，真的吗？还有你没有，你自己没有感觉吗？那不是你的歌吗？我有点恍神。还有一个是会主的，不是吧？是吗？加追，欸、加追，哎、欸，好厉害吗？好厉害哦！好厉害哦！好厉害哦！好厉害耶！有，现在几分了？我们剩两题 ，OK， 剩两题，下一首题，音乐。我们哎、欸，我们要输到哦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张惠妹，勇敢。嗯。逃着流沙。有有有有有 get 到有 get 到。有, 有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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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。开心一点哦。我可以，我刚刚不要紧张，我刚刚思考对。好，最后一首音乐，请下。杨谨先。完了，我只听到我的歌哎。你的歌 ？Merry Christmas。Merry， 不这样不算数，我不行，不给你。跟杨丞琳的《雨爱》。啊？是吗？耶！好，欢迎两位。惩罚时间。哎，今天难得来宾愿意办这么丑的一个装扮，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肌肉猛男跟圣诞老公。少林功夫好耶，真是好啊，好啊！少林功夫够劲，够顶呱呱呀！你是铁头功，咣咣咣咣！我是金刚腿，对的。好棒哦！好棒啊！太强，我觉得太强了。好棒！没事啊，没事啊，宣传好玩嘛，对不对？没事，没事。为什么你们的蒸发不止这些，还有健康步道？健康步道，你先看我示范。想试试看有多痛。哦，好吧。这边还有一个。会主也想试一下，想试一下，你确定想试吗？欸、我没有说过这种事情。好，体验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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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活着，体验一下，体验一下，一人十块钱。今天的来宾好棒哦，健康哎，就是健康，你可以，怎么可能？不怕健康步道哎，没事吗？没事哎，哎，你是不是穿三层袜子？有一点点，一点点感觉，一点点感觉，有爬山的不一样了，真的，有后跟有了，跳起来感觉就不一样了，跳一下，跳一下好不好？一二三，跳！没事，没什么事。哇！哎，爬山是有不一样哎，健康代表啊，好健康代表啊！我看到就爱痛了。圣诞节快乐！哇呀！你有越来越强，你有越来越强，有。好，所以杨谨体验一下，来，好，我帮你，我来，请往前走，你要帮我，对，一下一下。你有什么样的领悟吗？没事啊，可以有活着，还是你要不要有活着的感觉？对，挑战极限，挑战极限，怎么样挑战？能跳几次这样？就一分钟，一直跳下去，一分钟可以跳几次？挑战极限，好像蛮有趣的。真的？你不要欺负人家，试一下，跳一下，挑战活着的感觉。一二四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？腿软，等一下，再次，再次。OK， 不能动哎。当然了。OK， 好，可以，可以。一二三，跳。哎，下去要收力了，要收力。我觉得他会创作出另外一首新歌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吗？很棒，很棒，有成功，成功。好的，惩罚也结束了，最后让你们好好宣传。今天带来的作品好不好？好，你要记得用那个喝醉的感觉，还是确定要？拍谁了？拍谁了 ？OK， 可以，请大家，哎呦，注意一下，活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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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的新歌对不对？什么时候可以在哪里可以听？你说什么？在哪里可以听到你的新歌？活着。再等一下就听到，确定这样可以吗？经纪人 OK 吗？可以吗？点头了，放弃了，算了算了， 就这样。反正也要支持他的新歌《活着》，好不好？
对 ，OK OK， 谢谢谢谢。会主会主来好好好好宣传，好好宣传，好好宣传。我在明年2022年的1月15号会在 The World Live House， 然后举办一个 Full Band 的演唱会。然后这场演唱会名字叫 Face to Face， 重点是我的名字叫王慧竹。耶、yeah, yeah, ，多多支持，支持起来！谢谢今天慧竹跟杨景，非常辛苦你们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谢谢谢谢，也谢谢大家的收看。娱乐关键字每周二四晚上9点，在 Video M 亚洲新动娱乐。小铃铛开起来，订阅订起来，好吧、嗯，我们下次见。拜拜。最后，最后我们要听慧竹的新歌《伤一直都在》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